这个游戏一看就很 B 级，叫做《克死骸》。这游戏是跟高大合作的，这样不要太卡、啊。欢迎来到团队哦！你的第一个任务是修好这个建筑物的所有杂七杂八坏掉的地方，然后去地下室拿你的工具，从第一层楼开始修。祝你好运，修理经理。我是水电工，来这边修东西吧。先去地下室。这个吧。哇！修好发电机房间室，房间一有两个，先去修一下好了。三四一，随便开啦，这边没人住啊。清理，然后小声一点。这游戏没有，这游戏不会有什么高品质的内容啦，你们不用期待了。1985年，约翰最近的行为举止非常怪。当我们搬到这栋房子。他一直在讲说什么，这边有坏能量、坏风水啊，在这个公寓，然后想要净化这个能量。卢卡斯到达这边就非常的毛躁，卢卡斯应该是他小孩。接下来是修这里的水管，水管怎么修啊？在哪里啊？不是用这样敲一敲水管就好了吗？错误了。哦，对了呀，把水管焊一焊，耶、yeah ，赞哦！纸条看一看。1985年，约翰买了一些奇怪的书回家。他说这些书是为了要保护我们，不过书上的仪式跟符号。让人非常不舒服。我们的孩子卢卡斯疯狂的哭，有事没事就一直哭。怎么了啊？邪教入侵哦！买一些风水习俗的书，整天看，然后整天摆来摆去，就好像你看了书，然后你老二怎么瞧嘛，对不对？瞧到那个风水宝位，然后你的运势就会顺，这样子，把你们的屁眼瞧，这样子，各种瞧。这是要修什么？发电机。我们终于搬到了我们的新家。今天，卢卡斯非常爱他的新房间。我感觉第一次生活中有了希望啊！虽然日子不好过，但是我相信我们会好起来的。这是他们刚搬来的时候了。这要怎么修啊？是吧？不对。Hammer， 发电机敲一敲就好了。万能水电，耶、yeah ！当然要敲到龙位啊！你不敲到龙位，你运势就差了呢。要去七楼，哟！我有螺丝起子哦。这个该不会是卢卡斯吧？因为他们家在这边风水不好，闹鬼，小孩子都着魔了，发疯了。哎呦，这娃娃怎么回事啊？这里我觉得我的工作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鬼屋或者事故屋清理员呢、啊？我不是水电工啊。1985年，我受不了了。约翰非常沉迷那些玩那些仪式什么的，然后他相信卢卡斯已经被诅咒了。哎，我现在觉得生活完全没有控制力，无力啊，连保护自己的孩子都做不到。所以约翰是发神经，然后在那边对自己的小孩子做一些仪式、啊，比如说有些人会带去庙里面
喝符水啊，或者是给过火，或者是做什么符咒什么有的没的，还有什么聪让你的小孩变聪明啊，让他成绩变好啊，哦，让他长得又高又帅啊，这我这到底是到底是到底是，而且我跟你们讲啊，为什么小孩子会运势这么差？为什么小孩子会长得又丑，然后又笨，成绩又不好？都是因为遗传到你这个笨父母的脑子，所以才会成绩这么差，才会长这么丑，才会运势这么差。要真正矫正的是你这个父母的脑子，先去矫正矫正，懂不懂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空的、啊？这是那个卢卡斯的床吗？我发现约翰在卢卡斯的房间里面，昨天晚上。然后进行某种，这后面这个词是什么？我不会念，你们翻译一下。卢卡斯被吓坏了，然后疯狂尖叫，从来没听过他这种叫声。我非常害怕我们两个出事。他就说进行仪式，然后对卢卡斯附魔，是不是？附魔，魔法棒拿起来对着卢卡斯。你赶快长大，变聪明，变帅，变有钱，来养老吧之类的。对着婴儿床进行仪式，墙在哪里啊？他叫我修墙哎、欸，这墙破这么大，不用修了吧？这怎么修？啊？不要了，嗯、啊。大概是九十一十二，这么多间哦、喔，简直废墟！我一个人修全部哎、欸，有修理电视，太黑了吧？修，随便钻一钻，把萤幕钻破。哎呦！这内容太让人不安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卢卡斯，过来，卢卡斯，跟我过来。我要问你一些事情。十一号又要修发电机。共图要共共哎，终于发生了。约翰的仪式实在太过火了，现在卢卡斯不见了，我还可以听到卢卡斯的哭声回音在公寓中，但是却找不到，他遁入魔界了、啊。把链接，把卢卡斯也修修了。锤子拿起来敲敲，用焊枪把他头发烧烧。十二号修水管，卢卡斯再也不跟他的玩具一起玩了，然后那些木头火车啊什么的就放在那边不动了。哎，他实在是让我心碎啊！看到卢卡斯变成这样，变怎么样啊？变焦炭宝宝哦！好了，十六号修机器，他老爸到底是对他做什么仪式啊？把自己的孩子变成黑糖糕之类的。十六号，这怎么那么黑啊？我才不怕嘞、欸，直直的走。卢卡斯过来，怎么变这个样子啊？谁帮你变这个样子的？我帮你修理修理。他爬多久啊？不理他了。
边怎么那么黑啊？跟我的人生道路一样黑，看不见呢。他叫我修好什么马信？好恐怖哦，这个超恶的。我觉得约翰就是他老爸，一定是把他给害挂了。你们信不信？找到手电筒，我的工具怎么不见了？Pick up， 我现在手上武器工具都没了，只剩下手电筒了。这游戏有这么长哦？还帮他找三个玩具回来？我试着收集卢卡斯所有的玩具：火车、飞机和马，但是我没办法完成。也许这就是卢卡斯还留在这里。等待他的玩具收集齐全。我也把卢卡斯早就挂了，我们看到是怨灵，因为那个仪式的关系，他卡在这边。他有未完的愿望在这边，就是他的玩具。哎呦，这些会不会太恶了、啊？妈！先从边边开始。飞机。坐车，找路出去哦。哎，成功了！逃离这里！怨灵作祟啊！拿未开切菜，我一定逃不出去。太快了吧！至少让我到门口啊！感谢你做的所有的一切，我没办法收集卢卡斯所有的玩具，但是你做到了。卢卡斯现在终于可以 RIP 了，还有我也可以了。Goodbye， 谢谢。伊芙琳，原来我做了好事哎！出去可以当师傅了。回家喽！怎么去的地方都这么黑啊？我不是要回家吗？还是逃不掉嘛，根本没有路出去啊！他妈妈虽然是安心了、安息了，但是卢卡斯因为被他爸爸强加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仪式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走啊。是以为只要能够收集好东西，他的怨灵就会安息，实际上不是这样，都是他爸害的。没有啦，那短短的游戏玩起来还普通普通啦。不会说特别精致，但是也不会烂到哪里去。剧情看一看，我先关掉了啦。